老爷来了，公子，快看，这是你以前写的札记，拿着。他每天都来看书吗？是，只是现在还不太会认。 风有点大，公子身体不好，这又没有火炉，以后就不要再上来了。他要看什么，拿回去便是。是。这是老爷的东西，一定要轻点。好，好，哎，轻点啊。灵儿，收拾怎么样了？明天一早就走。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嗯，九灵，阿檀说他明早过来送你，我一会儿也要出去跟几个挚友告别。哎，说不定这一走就不回来了，说不定血染沙场，死在南疆。 跑慢一些，公子，这是……哎，跑慢一些，公子，跑慢一些。大胆！谁人敢擅闯龙虎？是我来。
见不到你了，荣誉，哪怕贺觉林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也会默默守护你的。 与君别，莫相思。贺九龄是没有未来的人，忘了我吧，荣誉。 贺大人，贺大人，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各位保重，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哎，贺小姐，花儿，顺公子的画像送给你。